纯木做的，一看就是一个老寺庙，新寺庙不会这样，而且它那个门特别的矮，你看那种门特别矮的话，一般都是古老的建筑。还有这种，感觉像清代的时候。这个寺庙后面还有好多的建筑也荒废掉了，还有旁边的，看这边有楼梯可以上去，全部都荒废掉了，哇，吓我一跳！这边都荒废掉，那上面还有，哇，这边以前真的好多的建筑，很大的一个古城，然后里边全部都已经没人住了，这边的房子都是这样子。大文景所，一个都没了。